哎，如果哪一天真的妈妈老了，你会不会照顾我？你该不会把我送到安养院、养老院之类的吧？对。哎，妈妈应该不会。应该不会照顾我，是不是？你要不要试试看这锅子有多烫？ 今天要做这个，就是想说，因为很多人都问说，你到底吃什么？除了上次我们吃了沙拉，因为有些人就是不太喜欢吃生菜沙拉嘛，那也没关系，因为生菜沙拉也没办法吃三餐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介绍一个健身瘦身的好伙伴，就是小火锅。没有错，你没有听错，不要误会它了。外面有昆布汤啦、鸡汤啦、什么任何的汤种，你只要不要点那什么麻辣、味噌啊，就是清淡汤底为主，然后呢。 你的食材下去算一算，只要不要沾酱料，又或是说这酱料可能是果醋，第一热量的这一种的话，其实我跟你讲，健身瘦身的好伙伴就是小火锅，时间上的呈现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掏假包，阿基塞掏假包，对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外面市售的鸡汤罐，说的是小火锅，对啊。 因为今天很多人嘛，对啊，很多人的小火锅，很多人的小火锅，六万多人的小火锅。然后这边今天准备了超多可以煮的料，主要是大家也看到蔬菜有很多，蔬菜的比例很多这样。然后为什么要选玉米笋，你知道吗？给你们猜一猜。好，没有人互动，是不是？错。 因为呢，大家很常去吃小火锅的时候，它的菜盘上面都是放玉米，但是玉米是淀粉，玉米笋不是。哎，怎么可能？真的。玉米笋就是小玉米啊。对，但是因为它 baby 玉米，但是因为它的体质，就跟你讲体质呗。那是 baby 耶，在吃玉米的baby。哎，妈，你帮他叫车好不好？<笑>我知道大家很喜欢吃。 红肉，但是呢，因为其实我觉得鱼啊，就是深海鱼啊，任何的鱼，其实对我们有在要瘦身健身的人是比较好的选择，或是虾子，对，就是海鲜类的。那越来越小。对啊，它等一下就会变玉米笋了，我跟你讲。它到底要怎样切啊？好，笋子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来处理。 其实南瓜男生都知道，真的要吃，女生也可以吃。大家会说南瓜什么疗效？南瓜疗效就是你需要的啊，射护线的部分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有鱼啊。好奇。我跟你讲，加工食品啊，真的加工类的，尽量少碰。桌上有三个。对啊。然后女儿就爱吃啊。啊，到底谁买的笋子啊？ 还好我挑大只，不然现在没什么笋子可以吃，好不好？到底？你做的笋，你做的是火锅还是笋汤？你车怎么还没到？我先把南瓜放下去。南瓜最早放对不对？因为它是熬汤啊。其实大家如果喜欢吃那个芋头的话，也可以放芋头。但这两样都是淀粉，所以你们在摄取的时候要。 要注意。李曼薇，你要吃乌龙面了吗？你要吃乌龙面了吗？你为什么这样衣衫不整？哎，你好啊，段考考怎样？ 你要吃鱼还是要吃肉片？你要吃鱼。好，哪一个肉你自己选？差价钱。那我吃这个好了。哎呦！哦，对啊。算你识货。算你识货，哈。我以为你会问 A 嘛，哪一颗烤最不好？他催我。<笑> 哪一颗烤最不好？没想知道。今天才烤完，哪有可能那么快吧？你自己应该会有预感吧？我猜是薯条。
哦，我以为是数学，好不好？是不是数学？应该吧。因为妈妈刚刚算五趴回归数算不出来，这都是遗传。啊，你自己做啦，你。哎妈，感动死。2000块的五趴是多少钱？好了吧，那五趴是怎么样？你说啊。5%，100%的5%，什么？已经100%的5%了。哇，100%的。你怎样？那里有 Google 是不是？你去那个玉米笋，没贵点。怎样啦？我台语不好。你要几个？3个，4个好了。嘿，都湿了的。用应该是面先倒到锅里面，然后碗里面，然后再把料放在当大地方。因为刚刚牛肉是那个啦，我怕它太老。哦，了解了。什么肉会老啊？人都会老，人会老，跟妈妈一样都会老。哎，如果哪一天真的妈妈老了，你会不会照顾我？来把你送到国外，再把你送出去。你该不会把我送到安养院、养老院之类的吧？再说吧。哎、欸，好了，应该不会啦。应该不会照顾我，是不是？要不然试试看这锅子有多烫。哎妈，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节目的关系，你才有这个机会常常吃到妈妈做的菜？是不是？讲话凭良心哈，李曼伟。A 妈说没有味道。啊？有吗？真的没有味道吗 ？A 妈再讲一次。有一点点啊。A 妈试吃时间。明明就有，你是怎样？你味觉问题哦。没什么味道。有汤有味道。汤有啊，不然你什么有味道？不是，就是。因为我跟你讲汤怎么来的。阿基塞偷假波，对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外面市售的鸡汤罐。你是不是想要沾酱？我不敢吃。哦，你为什么不敢吃？没有味道。会苦吗？会不会？其实蛮甜的，不到很甜呐、啊，但是有比我想象中的好。嗯。你干嘛、啊？看到，我跟你讲，松露酱油膏，终于有用到了，是哎，我要来试试看它了，它不会死咸呢。你好，你爸妈妈哎，还好啦。哦，那你妈大，妈代表你不怕，不要乱教小孩好不好？那你说妈妈坏话，不用骂她，说她坏话，说她缺点好了，不算坏话。他要改。哎呦，太多了。对。乖，不要理他，你就沾这个，好不好？乖。哦，就是这样啊。你让瘦身，不要想说好像只能吃这个生菜沙拉这种的，你还是可以煮小火锅吃啊。在家里，你看多么的欢愉，对不对？互相在讲对方的坏话。如果你懒得在家里煮，你出去吃也是要遵守这个原则。反正就是加工的食品真的尽量少吃。然后呢，再来是。我自己本身是蛋白质先吃，再来是蔬菜，再来才是淀粉。哎，你知道我们这节目叫什么吗？嗯。在跟我讲话吗？阿布兰呢？你知道我们这节目叫什么吗？你可以放下你口中的青江菜了吗？有订阅吗？麻烦你来说。啊？创意油管，创意油管，对，然后你比这样，要订阅哦，要订阅哦，要订阅哦，创意油管，拜拜。